他是我们在这磕要等他死吗？对啊，我觉得我们磕不过他，说实话。那你们可以谁试试跑出去？我试试好吧。你试试好吧，反正应该可以拉。我去探探路，我去探探路，可以吧？反正我没事，现在不知道他在哪，人都不知道他在哪。我真的不知道他人在哪。他人在地图的某一个地方，不是不在我们近点的，他这是整个穿地图的。对，我们是听到了那个打我们的声音，可是没听到枪声，就很明显是很久。他能打到我？那我现在爬回来拉你吗？牛逼！别了。他估计在玩个屁啊！他估计在。他打不到我、哎、他在那个就是圈中间某个高点地方，他只要能1000米之内他能看到人，他就能打。哦，